看看这人潮从海边一路排，绕过了停车场，终于到了拱天宫。来，我准备往前走。分批先填报名表，缴交每人费用700元，就可以领取备章，还有衣服等等装备。这位诚信民众初三与朋友就来排队抢到头香，而且他还一口气帮900多人报名，总共帮914人报名。里面其实涵盖的很多的都是志工跟相当多的在地人这样子。白沙屯妈祖北港进香将在3月18号出发，预计会有13万名的香灯脚随行。庙方从年初七16号开始接受报名，提醒民众可以委托报名，但是要小心，免得给了钱却没有收到装备。但是网路的也有人发现到被骗了，钱缴过去了，等了半个月一个月，那个衣服那一些配件都还没有收到。庙方人员手没停过办理借还金。在南投竹山紫南宫，庙方统计过年期间将近100万人来拜拜，已经借出了3000万的发财金，创历年新高。今年我们好像破纪录了，以往都没那么多人，只光这个借金呢，就大概年假期间就接近3000万的现金借出去。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，信徒还金大约4000万。至于香油钱还没有统计，往年大约在1000万左右。在云林有知名的北港朝天宫、西罗福兴宫等大庙，县府统计过年期间涌入大约300万人次到云林旅游拜拜祈福，也带动了伴手礼等购买潮。希望香客转游客，游客变常客，周边的这一些就是店家生意非常好。北港灯会过年前就已经开灯，全国游客可以到北港拜神求平安，也感受灯会原乡的魅力。民视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